等下我跟你讲，这我无讲袂动。好好好，你讲来。较早船长，68年去做兵，真幸运，七海特勤驾驶看到咱，全咧甲咱选入去。蒋经国伫台帮人落去高雄，我做勇士咧，我会去开车咧。结果有一届，我印象真深，就是讲去甲基山，看到金蛟龙伫遐挂金蛟，伊全咧动点落来，落来落去问遐金蛟龙讲。市面上阮你食金蛟龙黄色的，你挂落来哪会青平平？金蛟龙一手就甲讲，过来去甲美龙看人咧做寡鱼，伊嘛嫌车冻电，落来，结果落来甲百姓手刷了后，迄拢无事先布置，起到地安全人员，首长安怎甲讲咧？老板。不是我们保护你了，老百姓保护你，你乱跑了，这叫做人民。咱总统去到宜兰，有一届管政府嘛有加船长邀请。你说的是小英总统？小英啊，结果去到地吼，伊个拢喂固定人围起来，三人在讲话，本来有邀请船长讲一分钟啦，结果咱这就是，咱爱这个党。你有讲对无？无啦，根本就是，因为我有讲。但是你民进党未？民进党啊。但你无法度讲。无，管政府甲咱邀请，本来我就不爱去啦，因为伊无可能听到基层的声音，结果。都敲电话来传办公室，讲有一分钟，咱嘛安尼听了一分钟哦，去将咱地方的声音要甲讲。结果咱去到地，看到大官拢徛遐咧，咱代理馆长看到，真亲切啊！我阁甲代理馆长点了，记得啊。哎呀，我讲我连咪有一分钟的时间入面哦，我要将地方的声音讲予咱总统听。结果咱只讲只个讲，咱的名煞用咧台调去。惊死啊！哦，到尾就是阮休闲的总干事换伊去咧，甲苏文入去到地吼，听听来讲，哇，拢样板咧。你要讲啥事先讲好。蔡总统是样板咧，民主党。唔是啦，拢做迄落样板咧，伊爱看诶，啊唔则讲。所以要套好。哎，拢都好啊，拢讲伊爱听。所以讲，咱诶小英总统就是去哦，变下下，迄落都啥咧？太干啦，强弩便宜咧。当时啊，咱爱这块土地，咱嘛爱讲好啊，做好咧。你的意思讲，陈建仁太干就对了。唔是啦，不，我来讲了哦，太干。总统府内底国安局的拢排到好。陈桥，陈桥问题啦，陈桥啦，陈桥是上大上大太干头。行政中心呀，咱袂当入去，包括治安人员啦、分局长啦啥，就讲。船长，连伊去迄个岛屿啊，你知？哦，去个沙丘呀吼，咱总统嘛要去啊，你去啊吼，就会当吼自由发言。咱去半路啊，警察就打电话来了。船长，你哪卡打？你哪卡打？到尾啊，几个警察老公来跟咱陪咱讲话都做话啦。你今日去啦？结果我去到沙丘的当中，看到啥哩啦？所有内底服务人员拢彻底拢换人。这有多亲民哦！哦，看一下哦，贵种比种经过更加傲大就对啦。蒋的小蒋的时阵，蒋经国迄个时代是算恐怖时代。威权时代，但是亲民啦。入去甲蒋经国咱前总统，去甲伊去甲高雄拢住伊山饭店嘛，顶千五。结果伊向阳之味，有一个抱囡仔看到蒋经国欢喜一个囡仔，嘛连累了。帅哥，我安尼讲你听有无？有啊，听有啊。因为伊无证，无证据，没有证据，犯规啦。囡仔遐么练的啦。即摆就是咪吼，做妈妈的人看到蒋经国，哪有可能？我伫遮哪有可能看到蒋经国？欢喜一个要去抱蒋经国，囡仔嘛遐么练的啦，无加载的。所以讲，咱的总统民选的，无遐恐怖啦，出来直接头一手。甲基层的百姓互相交流，卖阁杂钱啦！你杂钱会去予遮个，会去予使用人，迄太监宦官啊，讲你骗你哦，迄真恐怖嘞！哈密瓜是粗干那型的，一枝独秀，
哈密瓜的故乡新南村，一斤拢80块起条，你要现在去买买无咧？哦，爱先订咧，这真要紧。所以讲，新伟杰农委会啊，但是你知啊，怎么去做啊？可是农委会他们却唔知呀、啊，都无多对啊，无。但系讲我伫隔壁台啊，用咱总统用山顶土台去掠鱼咧，笑咧。所以讲，我拢知影，我拢会晓补，就有这个机会啦。嗯，甲蔡总统讲，农委会主任委员哦，上适合的人选就是新南村长叶敬文。嗯，因为比武丢苗，知影源头控管。嗯，生长过程难免受到气候的关系，受到气候的左右，这拢不管是爱掌握咧。唔是讲啊，农民种啥，拢好去，山喷喷，靠天食饭。唔正讲农民弱势，农民上爱拜啥人，你知影？张福德。福德。土地公咧。对。张福德你捌无？啊，就土地公。土地公。对。靠天食饭啦，一定爱拜土地公。那阮新南汉官的故乡哦，唔免拜土地公。啊，这个村长本身就土地公啊，会照顾较好死好死，所以讲这个选举嘛，够认真嘞。你都知影，真卡拢会买票，对，咱拢唔免买票，人够甲咱赞助，够高票当选，这就是爱做啦，对，未使，唔知影创啥嘞，啊，人南部拢唔知，唔知影创啥，就像现在这样，林冲贤啊，下台落台，落台就卖个去落台一鞠躬啊，哎，无，迄都。无达地咱去啊讨论呢。那我们林仲贤就出张嘴巴嘛。就他就讲，他就讲敢出几句吹嘛。陈吉仲也一样啊。陈吉仲也是一样。郭克灿，哦，郭克灿。哦，讲到这个哦。我懂。我都讲啊，你听唔听？我有理解你的意思嘛，听唔听啊？无当诶，我即摆讲这，互你听啦。下港迄落甘蔗园是毋是出租？结果遐拢甲提证西瓜证证诶，讲做咱甲提证高丽菜。对。结果伊讲哦，恁未使证高丽菜，恁会使证甘蓝啦。啊？吼，这不一样的、啊。啊，不是甘蔗园，啊，都唔骂你。哦，甘蓝。有啦，我即摆记这个内容，表示讲哦，迄个副主席委员代理哦，迄嘛拢你。他拢做唔知呀。咱平衡一下，安尼我来讲嘛，咱感觉讲，他是不是较出名嘛？是不是？我嘛不是讲哎，蔡英文拢做对啊，接地气嘛，什么叫接地气嘛？我看你的手看得到了，叫接地气嘛。对。做农民的时候嘛，只需要尊重。啊，我即摆要甲你讲，确实啦吼，民进党嘛有一挂人。换了位置，换了脑袋，伊袂记得讲，即马穿西装，袂记得讲较早咱烫正开讲讲。你即句话上好，唔是安讲。啊，即马就是即句话才是重点。我讲唔是讲拢总安尼，是有一部分的人，咱当然咱对安尼无涉及的官员，咱叫伊落台，林冲恩落台，敢毋是？啊，你讲吴鸿谋伊吞大偌久啊？我咧讲啦吼，咱即马咧讲伊林冲恩嘛是恁选出来官长啊。啊！是咩？甲选你出来做馆长的啊？敢毋是安尼？啊！是啥人家要做农委会主席？伊嘛是恁选出来馆长，我咧讲吼，伊嘛是恁选出来馆长，是你要选哦。你若卖选你做馆长，就袂当来做农委会主席嘛。我今物来讲这一点，跟那个一点关系。不是我这不，他如果没有当宜兰县县长，他有这个资格去？这个因为他是因为从哇，你谁够做个多啊？农委会主席跟他们当县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我先讲，那个我告诉你，那个林冲，我华华讲真的，我知啦，但是伊就是讲，伊就是底下人大家讲你农业馆的馆长来啊，所以我就和你做农委会主委。今仔日真林冲恩是，伫馆长连任失败，伊他有可能难卖。我跟你讲。伊一定有一寡代志无接地气。我今仔直接毋是讲林冲恩做了好对啊，我嘛毋是讲伊做了好啊，我无安尼讲啊，讲该检讨来检讨嘛。你今仔做农委会主委，你今仔看往来看了金少滞销计小卖，你今仔若真讲较无顺眼，你完咯，你讲我挑啦，唔是我林冲恩是安内做农委会主委哦，全场讲互你听。我你讲啦，2014年。蔡英文选无掉，去医院，阮伫遐观众会三楼，喂，一客后咧，目眶红红咧，吼、哦。蔡英文是后因总统才看到，哦，这人真干净哦。迄个另外一回事啦，你定在哭咧。我你讲，迄另外一回事啦，你讲吼，唔对，唔是安尼，就当做农委会主席，但是今仔日
伊做了无好，伊伫咱往来，伫咱金州，伫咱高丽菜，这个进程是。你发展偌久啊？我咧讲哦，啊，唔对，咱就知啊。啊，那旧年较大。我咧讲哦，那人早就死啊。我咧讲啦。菜价好，菜价无好，唔是讲即当时走啦。唔是啦，旧年一般较大。国民党执政时代嘛有菜价无好的时阵啊。无啦，伊拄去接任农委会主任委员，发生一扭蛋，伊随人讲加卖钱。咱今日讲话，咱今日直接嘛不是讲话大声的赢你。唔是啦，唔是啦，我论述，我跟你讲哦，唔是大声的赢，还讲大声赢。论述，唔是，我听讲我明年先，唔是大声的赢。大声不一定是败人，大声不一定赢。讲话大声不一定赢。车讲话败人嘛，你不会败人嘛？我办公。我跟你讲哦，林冲现在做了唔对，应该落台，这是伊应该爱做，这个叫做政治负责嘛。我无讲伊对啊，我无讲伊对，你老衰啊，调查要怎？不是啦，即摆问题就是伊开始接任，一路拢唔对落来，面环三星，啊，你顶悬的人就出来看。那个，真的。村长讲话本来就这么大声，我知啦。阿六，我你徛起，我看我慢慢徛起，你知无？免徛起啦。您先静息一下。哎呀，我唔是去想的，这都是咱一个人。我知啦，伊本来行为嘛，你袂使讲。我知嘛。阿你呐，这林冲言呐，阵十恶不赦吼，你都该去谴责伊嘛。我嘛无讲伊对啊，我讲你无接地气嘛。咱这样讲讲讲话真公平，我来这讲话那不公平，我来这讲话真公平啊。就是因为无接地气，所以恁农民才反扑嘛。那不是当当时的王世坚上面叫伊上面，上面上面讲七棍球什么话歌吼，造就那个韩国。我说也是，也是在讲造就韩国，也是在讲。其实有时啊，这论点大家观点不同。你一条一条单讲吼，传就两条单讲，伊对台湾的贡献，这个选举。我遐所有的道路宣传者，拢是单脚的声音。伊对台湾贡献，伊讲的话就是甲咱相似。结果人民伊的生活，伊的感觉，若要依照单脚的言人对伊的尊重，单老百姓当都调啊。啊，谁人讲去学一个公文看无的啦？有啦，嘛看有啦，我这个公文咱看有啦，咱看有啦。有听讲讲要用一个新的农业处长哦，作为乡长讲问过哦，啊，干唔免拖着换现在。今麦的陈文信，今仔日为着盐官的农民割咧啥的代志，一届甲买500箱，这官的才有做农业处长，真惊啊！今仔日讲买500箱，真好啊！啊，你啊看，陈局的威望，这依然是妈祖咧，啊是啊啦，所有的宣传者拢伊在讲，啊讲甲票倒了了，农民的头壳有地位啦。今日即个高丽菜那50个，民进党会继续同款遐烧着遐声音啦，唔免单局去遐替单后壁，迄广告车广告规路的啦，蔡英文、蔡总统嘛唔免去遐七抓。我都就来讲，林冲言底，单后壁徛台，大家嘛甲讲，徛一届了20000啦，加徛几届啊，了了了。啊，蔡英文我刚才去七届哦，来去10届哦。但老表拢无票。春牛杯啊！啊，现在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蓝绿的恶斗之下，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你可以看到。这个时候，蓝绿恶斗，蔡英文他还是听不到啊。而你们自己本身做村长，你还要排解许许多多事情啊。真无用。真无用哦。今日民怨还是很多嘛，对不对？不啦，最主要是伊听未到地方的声音，这较困扰。至于其他基层的声音，耳孔无听到。拄好咱这个节目，咱这个张总召啦，咱这个议员，张议员，哎，张议员吼，看到这个高丽菜，对个传递问讲，啊，这一粒几块啦？哎呀，是啊，哎呀，啊，伊预算要甲咱买10000粒，嗯，啊，你这都变经济，哎，那你总统呐，看到百姓哦，高丽菜袂无人爱，伊马上，因为政府有一个制度嘛，嗯，启动。像盐管政府安尼，农业处长陈文进马上随甲买500箱，真好啊，5-6千粒咧，马上一天随甲灌起来，这是毋是照顾百姓？啊，回过公路转来，一届选举讲话做新潮流咧作乱，新潮流嘛有好人咧，嗯，宜兰县代理县长陈金德，伊个口头禅呐，
甲副馆长伊来是为人民服务，虽然伊是新雕里位，但是伊为百姓，咱来甲拍搏啊！张总长，谢谢啦。没，我咧讲啊，这为官遐阿点啊。我咧讲啊，这嘛不是讲为啥物人，这是整个台湾的农业吼，伫出现讲滞销的时阵，出现讲这个供过于求，我想咱大家吼。那如果要听说这个土地要爱护农民，咱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农民，还有农民感受到讲，伫都市生活在出外了，免讲北漂南漂的出外在乡亲，那应该要回头看看讲咱伫那点故乡的这时代，因认真拍拼的工作，按工作出来，多余的较侪这农产品，咱往那倾个销。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起一个带头的示范作用。啊，我也选择一个时间，我来教阮。船长朋友吼，我来讲，啊，我想讲，卡加个载了，嘿，阿妈发一个新闻吼，大家知影，大家都出一点力嘛，啊，出这只需要咱对居住的台北市的人来讲是叫做不费吹嘘之力，是大家出一点力，你出一寡力，我出一寡力，我想蔡英文也会这样子想了，我认为吼，包括其他的单位可能也都有这种想法，不过我现在做一个带头的示范作用。嗯，哎，那春秋妹啊，你手上提起虾米啊？提柳丁啊。啊，柳丁啊。哎，为什么提柳丁？要来教咱的政府。嗯。哪滴水果园过，滴路边过有看到水果，看到什么色的，伊就知影讲即马这个介绍。嗯。伊唔免去市场啦，来主持特别介绍，这个都柳丁嘛。嗯，对。啊！这柳丁伊原本的保护色就是甲叶啊共色嘛，落尾手较青，会反色啦。嗯，伊会叶啊，伊嘛想要传宗接代啊。迄粒籽，伊嘛想要传宗接代。啊，为着要吸引外界，因为水果袂行路嘛。嗯。哎，叶啊，民进党诶，绿色，伊为着要吸引外界，伊会变色啊，哦，变作紫色诶。啊，你若看到。水果园哦，拢这些个就惨，因为安那无人爱，小公这些个就爱骂呐。安尼有了解无？你那就错菜哦，这高丽菜啦，高丽公司拢用这个米亚人。嗯，对。看到尖尖漂亮。嗯。为什么漂亮？伊的重量较轻，高丽菜爱钱较悬。啊，那看到高丽菜只。第三地栽出来，迄、那个高丽菜拢包装安怎嘛？因为伤甜嘛，无人爱。哦，较慢错啊。原来看这个包装看得出来。对啊，都知影讲、嗯，所以讲咱的官员即间头，你若伫骊山路啊菜区过，嗯，那看到菜园变花园啊，菜园变花园，你知影？本来正菜高丽菜啊。亏了，但是农委会的人分不清楚高丽菜跟橄榄啊，是怎么回事？都、就是安尼啦。哦，迄就是。哦，诶，发生在高雄诶，一笑死咧！讲你未使种高丽菜，啊，你会使种橄榄呐？嗯，都是赶快的东西啊！哎呦啊，伊都唔知啊，就是他们不了解，唔知呀，唔知呀，啊，还亏他们是农委会。要有个比这个更加头壳更加歪咧。你哪像这你骊山路啊去哩吼？嗯，啊，人个官员呢？哦，安尼娶好朋友规定的啦。啊，若看到讲，菜园变花园哦，伊会啥哩啦？手举举起来翕咧，呀，哦，迄个蜜蜂安尼飞咧，真水，迄个叫啊，蝴蝶安尼咧，也真欢喜咧。哦，真欢喜。啊，真欢喜哦。是当当。种菜人是强要起生意咧。但你得靠。啊，哎呀，种菜人靠啊。啊，所以讲，应该未去体会到农民的心。我依然是咱去用欺负真忝咧，起码一起主张吼，啊，就争落去吼，绿油油一片，啊，台北吼，迄城市下港，起码来滴高速公路过哦，哦，看到有够水的，真漂亮的，啊，很漂亮。啊，依然永远就是爱破产，虽然是一贵，但是绝对未使起厝，起厝经济效益嘛，拄啊。咱这个节目，昨昏有一个台北爱大花莲的微商，打电话甲船长讲，好农业伊赚高个啦，你无一定爱种高丽菜嘛，你种玉米嘛、芋头啊嘛，你会使种别物啊物件，
我讲迄无经济效益，我著举一个真简单的例子听。咱除了外溪是毋是有稻草？草是毋是在做纸？咱台湾的草是毋是真多？啊，是安那农民拢爱甲剥剥落，还佫袂使烧，牢牢伫沟仔底。伊就讲做纸枉烧啦。啊，大陆买过来草比咱遮买的佫较俗。伊就讲爱提高关税。啊，到尾我就不爱甲伊讲啊，伊可能用来看电视，安怎讲？WTO， 伊讲哦，外国，我讲外国的物件较俗，咱关税较创何关嘛？我甲讲加入 WTO， 啊 WTO 这就是倒菜机嘛，伊听也无啊咧。啥叫做世界贸易组织啦？咱袂使随便讲提高关税，安尼。但你知，可是那些官唔知呀？我讲到后边来讲诶，这无清楚咧，有人讲，你讲。哦，咱高雄市长啊，韩国瑜吼，真笑。伊讲哦，新加坡要来甲咱买农产品，我是感觉韩国瑜哦，伊有做台北国产公司的总经理过哦。这个媒体常常咧报这个讲采战术技术，伊爱做一个动作，马上，唔免透过咱的中央政府，马上因为咱的农产品。你讲，你知哦？咱若要死了新加坡哦，唔免建议咧。船长啊，以前阿袂做市长的啦，阿无啦，正式提调啊，敢唔是哦？计调袂使。无啦，都到到时啊，准啊啦，准啊！遐咪甲咱斗三工，人这无做市长嘛，甲咱斗袂过来台，讲到这就痛心咧。哦，痛心哦。当林聪贤落落台，啊，即马就是进前伊讲往来一公斤十七块，一公斤十七块，一台斤十块二尔咧。啊，即马十块二哦，啊，咱的总统伊也唔知影，啊，一公斤十七块，十七块都袂歹啊。伊也唔知讲内底扣掉成本，一公斤十七块，一台斤十块二，迄是物件采收起来，往来采收起来，末端迄个费用咧，啊，至于往来头前在农药肥料管理遐久的时间。农民目睭就伫看，迄拢无半仙嘞。啊，农民咧当阵拢爱卖袂着钱，迄拢爱摕本钱出来开嘞，开到尾遐钱开掉，啊，全咧准煞。后壁这十七块是往来凑起来末端才会费用嘞。因为咱先听到痛心嘞，我唔知讲看到迄个往来上啊嘞吼，啊，迄个主持人就讲物件伊讲哦，啊，就紧张搞掉，我煞袂晓讲。啊，大家误会啊。我十七块都真好啊！你但偶然发生这个问题，可是你现在前面你这个青花菜啊，啊，这个青花菜再来也要出问题啦。真简单啦，讲350公顷，这条200公顷，农民用菜篮啊赶起来，赶去市场卖，卖1000块，甲拖拉机载一台去卖1000块，你讲？你体力嘛真好啊！你是要用拖拉机载一台去卖1000块倒来，还是用菜篮啊赶去卖1000块？可是农委会说一颗是350克，可是有的没有到350克啊！啊，这都是农民来赶紧抢嘛！惊过一个崩盘落，因都唔骂你，都唔骂。啊，拄好泉州老讲啊，你若去迄个柳田园哦，看到这拢安尼哦，你哦真水哦，都惨嘛！对啊，都烂掉啦！这都跟咱人同款的。这粒就是啥哩啦？迄感冒款属于老母的啦，宝石叶啊，我青青啦。啊，这粒就是20几岁啊，我咧煮滴要甜啊。啊，那这粒都50-60岁啊，伊可能抹较胶最主要是咩？吸引外界甲万的保养，要无落落落来大家庭，要哪带下落？所以讲，身为一个农业官员，看到水果的皮肤，就爱知影讲。市面上的介绍，你刚刚有了解无？我知啊。遐面唔捌来梅川钓啦，大人拢唔捌来钓几几块。我知啊，对。花菜台语、闽南语安怎讲？菜花拢钓菜花快鲜嘞。看到高雄现在发达，可是我们也看到了林聪前他现在是下台一鞠躬，可是你们好像有这个宜兰人林聪前可是老县长哎，林聪前下了台，宜兰人居然放鞭炮，哎，民怨有这么深啊？啊！那讲到这安尼哦，大家欢喜咧。啊，就欢喜哦。讲等到落台啊。因为做船长，会记得在1月30日上啊某一个电视台，有那是政论性节目。啊，那遐拄好，刷了后第二天下晡3:30，各大媒体拢放送林聪贤落台。迄个位啊，小弟船长的办公室。
烧酒再偌济来，还佫提包下来，你啊放包啊，规个位拢变滚。你甲看，庆祝欢喜，安怎讲？不爱予伊继续危害众生。拄啊，船长是安尼。这么严重啊？哎啊，确实严重。嗯，咱就过去，要甲人家酒，无人爱解安尼。这就是龙虾，为着要欺负农民配合。咱的总统伊都唔知影，伊即马伫扶持迄个青龙，啊去宜兰骗东骗西，只来造成民怨。嗯，宜兰是咱台湾上无好工作、种水稻的所在，是安那？伊培养遐龙虫红卫兵，啥叫做龙虫红卫兵呢？都是伊无农田，二结合。这些做官的人来欺负真正有产地的农民，过来结合啥？污虫、蛀虫、蛀虫就是讲，哦，咱像这個、哦，好好头兄啦，你有一间厝啦，啊，我来甲你画做古迹，你卖无？无可能，无可能嘛！本身古迹就歹啊！我要讲画人买起来来画，载你去画。但是你无要讲买，硬讲拗拗做古迹，过来有一只虫就是鸟仔虫，因为咱规台湾内政部营建署只要户口，拢会去甲划湿地。宜兰划真济济所在拢湿地，尤其是我的庄头，咱两个湿地拢总划2780公顷，私人土地嘛划落，啊，是安那？即个农民反弹遐济咧，因为咱农地即个南洋溪高滩地栽种蔬菜水果，趁钱卖一家伙啊，趁钱啊，卖菜趁钱，啊来饲一家伙啊，去予划做湿地，虫嘛限制。民国100年、100年就甲通过啊，落尾手啊，小弟去年做船长接到。内政部营建署迄个湿地一看，讲卖名，迄个湿地名称是写啥咧？国家级的湿地鸟食保育，唔是保护。啊，咱在座你这较有学问，较有做保育。你继续讲啦。保育就是鸟啊，生卵啦。看有惨哦，落尾就地方非常的愤怒，又船长带队去甲内政部营建署，头一个问题，咱有做泡泡云哦，迄有若做船长做话咧，家己去遐放，放互遐官员学者看。哎，但是陈牛贝啊，你跟我官员啊，可是啊，农粮署是不是这两天你来上节目，结果农粮署打给你，叫你说不要讲话？哎，不不不，伊唔敢，伊拄着我即款咧，唔敢，伊是甲问讲，无即款的代志哦。有来有讲一句话，有讲啥物？诶，高丽菜甲橄榄哦，分袂清楚啦。嗯，啊，实际上就是伫基山，迄个人叫做张正修，外号马萨，伊就是做咱诶藤厂诶地啦。嗯，啊，伊都种高丽菜咧，啊，结果迄个官员嘛，打来我甲问讲，诶，你袂使种这啦高丽菜，讲无啊，这都橄榄咧。嗯，橄榄无要紧啦，过得在哦，袂使钱。哎呦，唔知影，动作一个。都，委员都在笑嘞。我来都有这个话嘞，都。啊，但农粮署唔知呀。啊，农粮署他们唔知呀。有卡电话在甲阿问啦。嗯。啊，但是我有甲解说哦，听讲。嗯。还是什么官？他们是不是要查是不是假新闻啊？系啊系啊。啊，咱就坦白甲讲，因为这媒体是大家拢看会到的啦，袂使乱说讲。嗯。林宗彦为阿阳官。起厝，这是摊到全国性的，大家也唔知啊。迄是代理馆长陈金德转来民怨三省啊，惨。嗯，这袂好事。你厝家起的产品，这无符合着人民的需要，啊，路阁袂当入去。嗯，这真苦嘞，这政策陈金德甲山路转，但是。爱过一段时间了后，大家都忍受会着。讲一日一休吼，实际上宜兰因为这个农家甲围伫遮吼，去年过年前两个月做土水的师傅伫遐过年，两个月无头路，翁甲某就冤家啦。
不是红板单不爱赚钱，是无工过哪做，所有的建筑啊，包括起龙虾拢冻店，包括农地一概拢去。人工建筑的是非常好嘞，迄呐全咧叫店面，要过像船啊就对啦，你要过电信起崩无可能，所以讲迄个民怨迄个干，咱蔡总统呐无看到农委会。欺负农民就是从这个农社的政策，啊，这是听上个学者啦，讲惊咱台湾。但陈刘伯啊，你讲那个农委会啊，我就想到那个陈吉仲啊，他不是说那个菜价没崩跌啊，啊，你再来这么多的菜啊，啊，有崩跌不？伊都唔捌咧，甲迄唔捌咧讲啊，咧讲着，啊，是咱讲船长今日要退价噶，因为哦退价噶哦。就会当做个台北国产公司的总经理啦。这过来才才水的。对，哇塞。啊，这人啊，我才忘记啦，哎，破款破款。两百块哩。这个两百块。你安是这么做？青椒水果行，自动咱去甲买，因为就大来。中岛，啊，这岛也黑嘞。深山下咧，福寿山你知影无？内山过去哩。哦，上来一千多公尺的、啊。系啊，对啊。啊，这个等啦，陈吉仲迄都无路用，迄早都爱虾米都台地位蔡英文哦，二公你袂做。啊，继续来用。今日叫修，那今日咧？你嘛修，我做嘛分析互你听。伊唔慢哦，咱只家家看也看电视无，别无迄头家拢破爱。今日也是你宜兰的嘛？这把萝卜，还有这萝卜哈，萝卜嘿，来先讲这，这家人啊三十五块，那是白衣苦瓜，错，无啦，啊，错工三十五块，不过七十，遐人在托运的在，这人分金一百，啊，地位就专车落来，看会当较俗，来，这人当白啊，白白的，剩三十几斤百五块啦，百五块，三十几斤哦，系啊，三四十斤百五块，啊，这咧，同款啦，这百五块，买互老伙仔食啦，啊，就下昼咱本台中天一个大政治，讲先我炸起来，啊，那遐都无，啊，伊就雄雄武武咧，创啥拢安尼，时间到啊，冲碰冲冲碰碰，你买互老伙仔食，全你甲提起来，菜心十二块，十二块，二六块，这里的十块，哎，这二六块，这小哦，啊，这金龟啊，这有做阿胶啊，阿胶品种啊，金龟米粉，九块，哎，阿胶啦，伊个品种，有做阿胶啦，阿胶，啊，另外就有做阿成啦，哦，啊，你有做立刚啊，啊，芝麻菜头。等好食，等好食，听声就知影，顶高高，顶高高，对。嘿，啊那怕怕，迄就无效啊。所以讲，蔡总统拢用错材去抓鱼啊，你呢？啊，无专业吧，你呢？哎，砍柴去抓鱼啊？系啊，哈，系啊，变成这样子。啊，但是下骹来要跑。但你有甲讲无？讲蔡总统讲啊？讲咁有效哦！啊，较早甲咱真亲民。蔡总统无听到。无，伊还未选总统，迄人从外千金呢，挂着啊，全掉。嘿，安尼恁遐有几票啊？这样子。哦，参林宗仁，你边啊？你放心，一开出来八成。很有诚意耶。来啦！啊，掉总统了后，要笑，要看到总统哦，一定爱换起。像咱这围起来，摄影棚内底外口讲话，咱敢有听？听无啊？咱就是总统哦，是这样。所以讲外口甲咱干扰哦，咱拢袂无听。安尼有清楚无？我也知啦。安尼就好啊。啊，上支持伊个人去到欺负上天。一靠无，所以讲迄字啦，是安怎讲？林宗贤下台，团长嘛连任。大家去厝诶，甲咱吞甲关咧。啉到酒醉，看我欢喜啦！对啊，哎，世英啊，
这是贵党的这个村长哦，他可是真正在地的乡音哦。但是你看这些的菜，我也是在地的声音。这么凶，你看，但为什么蔡总统都听不到啊？没有了，你看，林崇贤，你做馆长是我个提名来的，我是民进党议员，广东部这边委员的，做卫生人的，林进财的，袂使乱说讲的，厉害啊！我甲提名，阿谁来甲提名咧？都是苏贞昌甲蔡英文算输啦，啊去宜兰下票啦。江崇彦即摆市长伫遐个卖股，我爱做劳动镇长，我拢无做啥，因为无条，团队无条。我较好讲啦，我来讲。我就讲哦，即个输甲遮惨，总统即局输甲遮惨哦，官拢真艰苦。每年年底，宜兰县长上好的人选就是坐头前迄个啦，伊坐到苏贞昌做伙。啊，林崇彦这就徛起来个，啊，面红红，歹势歹势。我都甲顶官，包括参委人讲，咱卖初选，卖收台。咱用协调出线，在着民进党广东部，我嘛是行委员，我一个人这种人，这到尾也全互伊出线。头一届做了风评未歹。第二遍连任，嚯！对啊，本来你们都希望这些菜都能够随当当卖出去啊，赚钱啊，赚钱呐！哎呦，做傻姑啦，他做傻姑啦，出外面人去宜兰哦，哦，伊真了表演哦，迄个感情哦，挂感动嘞，看到出外面人啊嘞哦，二空一二年无掉哦，伫宜兰观龙会三楼哦。啥嘞？靠嘞！靠嘞！乞熬嘞！啊！卖牛牙啦！真正恐怖大事哦！啊！你乞熬啊！啥物晓讲话？啊！蔡总统哦，迄人准无调啊！啊！徛你边啊！哇！这对我真有感情。哦，这么感性诶！你知啊？迄场哦，无可能轮到即落做团长，啊！佫无调，迄人准无调诶人去咧讲话，蔡英文去咧讲，嘿啊！我是袂去时啊，叫人讲蔡英文咧讲，咱总统，迄人准无调。伊讲我甲伊讲啊，伊用麦克风啊，我船长即马会丹田震大嘞。伊顶管讲，咱甲斗讲讲，拖东东哦，你选无条，我比你较艰苦。咱甲大量安怎安怎，规场我拢去讲。结果伊的风扇头较输我啦，我嘴我拢免用风扇头哦，免用麦克风哦，比伊较大声，所有的媒体拢照就过来。到尾啊，顶管主持邱家臣则讲。伊问邱家臣主持个讲，这里是啥人？讲船长，到尾啊蔡英文就船长，船长，我知影你的心声，我会阁拍拼，啊拍拼都无调嘞。咱拢尽天呢嘞。昨昏我都有摕一个甲小英翕相做伙啊，包括啥？我遐个老伙啊，船长，小英蔡英文也来吼，你也甲我讲，我要来甲看一下庐山真面目。结果去甲县政府，迄人准备选举。看到蔡英文，迄当阵都要选总统，看到外欢喜嘞，甲伊翕相，结果咱小英入去内底讲话讲说，啊，拄啊，敢毋是要甲我翕相一个老伙仔哦？啊，当招待，讲啊翕好啊嘞，哦，你若摄像了后，用当时时间的骨势，卖听干神的话啊，伊拢听啥的话嘞？听啥的话？李林甫啦，郭宗炎啦，迄拢听迄种感情，你嘛甲听一下，魏征啦，魏征你啦，感情，规定啦，是不是？哦，你嘛听一下忠臣的话，啊，拢听遐个起起伏伏，所以讲，迄天我伫节目我嘛讲，保鲜膜包起来，伊要去基德干行政中心么？要去啊，迄嘛是选机场，啊，要去啊，见啥嘞？龙一木，嘿，船长嘛是休闲，这有做休闲的休闲嘞，才怕休闲。宜兰县新南，休闲休闲农业区，咱嘛要去，安那讲要去，县政府敲电话来邀请咱去，我讲不爱不爱，好，印象歹。结果伊甲咱讲有一分钟讲话时间，哦，听到一分钟，啊，这爱来爱来，咱去甲看到代理馆长，哎，代理馆长你哦，哦，真好真好。啊，边后徛一挂大人啦吼，咱个啊，向阳走一个孟生个出来啦。啊，孟生个林崇彦个，我说啊，啊，底下有甲酸啊，酸酸要甲阿舅，唔免压啦，迄三字经嘛拢走出来。结果遐个
治安人员，包括警察，就给咱安抚啦。嗯，安那从安那从安尼啦，吼。就把你们这样架出去了。恐怖啦！又假又假，我一份警察职位咧，结果地去甲看迄个报名八五，嗯，内底咱的名划掉啊。嗯，哇，阮总干事哩，啊，到尾警察啦，包括古教官啦，一挂分局长，甲安抚去遐开车，讲连伊下一场地咧总。总有一个沙丘，就是东北角风管处，还是蒙阿波过起来。啊，就嫌咱去啊，连米你都会当见到蔡总统。结果咱的车开，已经开到沙丘呀。嗯。电话接不了，来警察啦。嗯。啊，船长你哪个打？啊，我哪落去打？哦，我来跟你一路做伴啥？啊！我著大声搞，到沙丘了后，就要内底所有的服务人员咯，撤离。秘书甲你内底有鬼的，我是因为遐服务人员，普通时啊，我载人客气拢会捌你啦。哦，我比讲遐上将军的啦，哦，大阿兄啦，啊，这哦，议员秘书啦，嗯，哦，啊，这正官啦，韩兵啦，嗯，你讲这拢捌咧，帅哥规定拢捌的，嗯，结果去到地拢换掉，我那帅哥下面啦。这关的都是离百姓相远呀，主人嘛。陈小妹啊，你先休息一下，好好来来来，先休息。我哪关是讲哦，我们等几个人讲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知啊，小英就无法等啊，你话呀，对啊。啊，种经过会去菩萨人哩啊，六姑的杨恩典呢，嗯，对。每遍我来去落去菩的杨恩典呐，就是啊啦，对。要紧啊，去。好，陈小妹来，哦，谢谢你啦。先坐下，先坐下，先休息一下啊。